We're gonna start that conversation after they learning Mandarin. Very hard. So he wanted to practic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with Mandarin. So Oscar is the protocol research lead and faculty within the same knowledge. So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好，大家好，我是奥斯卡，我是在协定的研究负责人，我也是这次出版人之一。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跟合作有关系。合作是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决定不上合作，就算不合作？ 对他们比较有利，最后为什么还是合作呢？我们可以怎么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会合作呢？在验证是基于 Axiom 的经典的合作进化论，我们会从一些例子开始，然后会看怎么样，赛局理论和囚犯困境。 business dilemma 思考他们。接着我们会看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再会有合作，还有为什么医药方案是特别优秀的策略。那我们开始吧。好，构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国家在欧洲。 西方上前发动好构成，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军人不会开枪杀对方的军人，不管是你或是你的敌人，都可以活下来，这样或者也让对方活着 ，live and live， 的现象，怎么能在这么？ 危险的世界发生，当发生了。好构成，跟传统战争很不一样的是，好构成是一样的一艘士兵，在同一个地方跟着互动，意思是说有很多机会跟敌人互动，所以又发现一直重复出现的情况，就让他们。 出现合作的关键，就这样，他们从囚犯困境，变成了重复的囚犯困境，我们晚一点讨论这个。最后发生事情是，没有一边想要到，因为他们知道另外一边会袭击，而且两边都知道。 要是他们都保持安静，和平，他们都会有比较好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一点是，这个情况只有在很少规模的少数敌人，敌人在这个时候是长时间，而且是要每天互动的人，在比较大的情况。 在大战场上不会应用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没有影响比较高级军官的想法。从那时候的战争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好笑的事。在1914年圣诞节的时候，英国和德国士兵。 都会去无人区，和对方提诅咒。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大有人》里可以看到。还有日记写，英国军队听到枪声，开始骂德国军队，然后德国军队说：“哦，不好意思哦，抱歉，希望没有人受伤。”是不是他们的责任？是该死的俘虏去炮兵的错。
还有英国军队有一个晚上上每天7点刚好，大赛一模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可以预测的攻击，意思说很多东西都跟上面敌人没有关系。当然，有一些军官有时候会要受侵略。有时候有意外，新来的士兵会比较残暴，这种时候的保护是很残酷的。平常那个保护就是回击，规模会更大，这个也有警告的作用。实际上，这一些发生在西部战线的冲突。 很多都有机会发生，但一样换药的责任。当我们看一些，看一下它的现在的动态，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首先，肯定，当我们把情况建立成游戏时。 像上面看到的那样，一样换药的策略是如何产生的？在赛局理论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叫囚犯困境。它的设置如下：有两个犯人都有去监狱的动向，他们可以选，然后说。 要合作或是出卖对方，他们都合作的话，都要入狱1年。要是一个人沉默，没有告发，但另外一个人被判，那个刚刚说合作的人会要入狱3年，另外一个人会得到自由。要是他们都背叛彼此。 他们都会入2年。困境是这样的，对两边都好的结果就是合作，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都需要入1年。不过，如果只有为了自己避免入狱，有一个优势策略，大概意思是说，最好的策略，就是不管对受伤，对对受用什么责任，在这里的话是两个人都被判一次，但这样的结果是他们都要入狱2年，当然比较不好，所以是肯定。那这有唐三堂，你是谁？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就把情况。 成为囚犯困境，所以有张三谈律师，和苏是被判，当然，而如果是那个张黎，Ethan Patient， 有苦或有苦 ，S Sucker 受渣 ，P Punishment 惩罚，然后还有那个 TWR， 到 P 到 S， 也需要有。 2R到T+S， 确保互相合作比轮流合作和背叛更好。意思是说，如果对方合作，是对背叛；如果对方也在背叛，就是对背叛。有办法摆脱这个困境吗？是有机会的。要是你玩很多次这个游戏，在我们讨论。